你是小猴子啊？啊？你是小猴子啊？啊！哇！怎么飞蟹给我踢到我的手了？大巨人呐、哦！你要溜哪一边呀、啊？溜那边。哇！哇，很快耶！哇，塞车了，排队一个一个排队哦，哦，塞车了，要等稍微等一下。咻！哦，一要排后面，一排这个哥哥后面，对。太急了啊！啊，你撞到人家的屁股了啦！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在排队，她排在柱子的后面。对啊，不然全部挤在一起就夹扁了。小心哦！一，我找到一个了，找到一个男的了，4年级。5年级，大飞他。哎，这边有个4年级的学长，你们要尊重一下，下来了。大哥，